大家好，我是小高。我们这个频道致力于分享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。如果你感觉小高分享的知识对你有用的话，请订阅、点赞、加转发。一个人花十年用心做一件事，就会成为高手。今天是2021年2月5号。今天应该是我们2月份的第一期定投，按日子今天是定投 ARK K 的，但是自从上周 Wasabi 的事件平息以后， ARK K 的股价就一路大涨，所以今天我想调一下 ARK K， 看看有没有机会用便宜点的价格调到今天的 ARK K。 虽然可能差价只有1块钱都不到，但是蚊子腿再细也是肉，如果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拿到 ARK K 的话，还是值得一试的。好，我来演示一下，这是我的账号，大家可以看看，上周我们亏损的 iBuy 和 EZIB 现在都已经涨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调一下今天的 ARKK。首先先进入股票购买，选择输入股票代码 ARKK， 我们输入三股，现在因为一股是150块钱，输入三股的话总共就是450块钱。上个月我的定投份额是550，所以两个月平均一下应该是500块钱左右一个月。好，我们来输一下价格，现在是149.57块。我输一个148.5块。对，就输一个148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调到这个 ARK， 然后设置是 limit， 如果你设置是市场价的话，就是当场市场上多少价格就成交了，如果你设置 limited， 它是按照当天只要有价格达到148的，它就会去成交。好，好，我调了三股在这里。这个市场还有三个多小时关门，我们过3个小时以后回来看一看，如果这个单子接到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手动定投了，如果单子没有接到，我们到时候就要再手动按市场价买入 ARKK。 过3个小时以后再见。好，离开股市收盘还有1个多小时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账号的情况。这个股票我们是没有调到，那么我们就直接用市场价来买一下吧。哦，先要把那个订单取消掉。对，就这个把它 cancel 掉。ARK 三股市场价。
好，今天的 RK 就买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K， 总价是1522块钱，除以11，1522.31块除以11，我每股的单价是138。今天的 RK 是149，这段时间基本上一股涨了11块钱不到一点。好，那今天的定投就到这里，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定投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定投感兴趣的话，也欢迎跟我一起参与。小高基本上每周会投500块钱购买一个基金，我们坚持做10年，看看能不能达到100万的目标。我是你们的小高，我们下次见。